这些捉妖人也得沾点规矩吧，我从未害人性命，罪不至死吧。我知道，你无非就是喜欢恶作剧，溜进人家屋子里剪头发、剃胡子，是吧？莫非你的头发是我剃的？哎呀，对不住，我给你赔不是啊！哎，你喜欢哪个，随便挑，随便挑啊！我天生呢，就是茂密的短发，跟你没关系。 你别怕，我绝对不会杀你。我抓你呢，是想让你给我个痛快。行啊，你现在往把鞋穿上啊。哎，给你个痛快。不，怎么总愿意往人胸口上戳呢？怪疼的。你没心呐？啊，忘了给你介绍，我叫吴昕。又妖怪！